哎，主播，你这雕鸡是干完活回来了？对啊，今天不是去给粉丝家上盖板了吗？干了一天，还给我封了个200的大红包。这个小雕鸡还能干活？哎，这个小雕鸡力量很大的，你别看这么小个雕鸡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家五层，都是用这个小雕鸡盖起来的。这力量挺大的。对，这个雕鸡的话，能雕个200-300斤没问题，而且还有塔框。最高的提升高度也能提升到7米呢，就是这个走路有点费劲儿，因为这个雕鸡太笨重了，走路有点费劲儿。一会儿我估计还得轻轻抬一下它才能上去。哎，不好上了，不好上了，我得推一下。哎，上坡有点费劲儿啊，走平路头还行，但是雕的力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。哎，走。哎，好，进去了。